今日同大家介绍几个收埋喺容桂嘅小众打卡景点，人少景又靓，要搭渡先可以嚟到呢个隐于城中嘅世外桃源。因为保留住岭南水乡嘅原始风貌，亦都被誉为顺德最后一块正土。呢度系一个柴油机厂嘅旧址，但系已经改造成一个有文创、有美食、有生活嘅集散地，随处可见嘅涂鸦。嚟呢度就翻转，肯定揾到啱你嘅背景墙，出翻几张大片。仲有 CIC 创意产业园啊，标志性嘅黄色货车陈列喺草丛中。嘅欧式复古长桥车，仲有呢个有型嘅摩托车，最适合凹造型啦，坐上去又威又霸气，咁多靓景啱晒影相啦。